那我台湾金榜其实在 AI 这一块呢，我们其实尝试利用一些工具去帮各位去搭桥梁，例如像是 Google Ads 自抄，还有像智慧推荐和智慧直播、Web Story、Alpheta AI 生成广告。我们访了这么多年服务的厂商，我们发觉厂商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力、资讯跟钱嘛。明年呢会推一个新的东西，这里大家可以记一下，就是 AI 的生成广告设计导流买主。但是当然厂商可能会疑问说，他做出来的图片会不会很精准啊？会不会好？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是在节省你的时间。本来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收集资料，但是你可以先做出一个 prototype 初始的版之后，再去做微调就可以了。